会支持基督教论坛报的事工，代受2013年论坛福音阅历。透过论坛报郑社长的镜头，看到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美。优惠价180元，欢迎弟兄姐妹至柜台订购。受洗就是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，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11月3号星期六上午10点将会举行受洗礼拜，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基督的大家庭，受洗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报名请洽柜台或小组长。江子翠行道会从2003年一路走来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会堂不断的更新扩大。我们希望在2013年拓殖第1间的分堂，为主得着更多的灵魂，建立梦想的教会。奉献基金的目标为3000万。让我们来看看上周的建堂奉献统计报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关心上周的奉献报告。